在我们机智校园生活里面，不管是插曲还是我们的片尾曲的演唱者本人都来到现场。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来自马来西亚这位新生代的一位优质的歌手，他来到了现场，热情掌声欢迎刘文翰。Hello 大家好，那这首歌曲机智校园，想念你，看着你，是不是又不甘心？伤脑筋，课本里看不懂的那道题。月牙下，操场上，你会很努力模样。下课里去哪里？学校后门等你。纸飞机，手工准备好没问题。A B C 没兴趣，橄榄在牙膏卡里。下课里去哪里？学校后门等你。谢谢，带来这首《机智校园》，那很开心。